教练，我们上前一下，我朋友来了。啊，好的。主任能力如何啊？马马虎虎吧。那就是还不错的意思啊。我是来给你道歉的，我见过何兆伟。你只是没接受我的帮助，道什么歉？那我现在如果请求你的帮助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，让你突然觉悟了？ 你没事吧？我说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脚痒，实在是绷不住了。痒？刚才你跟那个教练怎么不觉得痒呢？这生理反应，我怎么控制得住啊？我看你是神经反应吧。行吧，不练了。你说不练就不练啊？我陪你好好练练。来吧。 不行了，不能再往前了。哎，你的腰得往下再去点儿，你这样动作不标准。谁说我不标准啊？你说你这个人，报复性怎么那么强啊？我哪里是在报复你啊？我明明是在陪你好好练习。哎，哎，你肚子出来了？你说什么？我把你再说一次。以前没有发现，你有小肚子。哎，从我这个角度上看，有点像小山丘哎。 哎，我不是给你面子，给你较真儿的话，我把你腿给掰折了。我问你，我真的有小肚子？哎，这个女人啊，就是喜欢活在谎言的世界里。哎，再说一次，说我是不是小肚子？是不是？不，没有小肚子，马甲线，全是马甲线。真的？ 说了吗？女人就是喜欢活在谎言的世界。你喷我一个试试。你拍我干嘛？没看你穿过运动服。 留个纪念，发个朋友圈了。嘿，拍的还挺好，跟大片似的。我用的是人像摄影，保存下来。不是来找我有事的吗？怎么不说话呀？苏总，我每次遇到你，我都会刷新我的三观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 证明我是个有趣的人。其实你没必要老端着，你也外冷内热，刚才不挺可爱的吗？没想到平时雷厉风行的苏总，生活中也像个小女孩一样。已经很久没有人说我像小女孩了。一般来说，不是小女孩的人，都渴望别人说她是小女孩。 你怎么不生气啊？我明知道别人气我，我还生气，我是傻子啊？
苏总，你真让人捉摸不透呀，一会儿像变色龙，一会儿又像老炮。方总，你见过我几种颜色啊？行了，赶紧换衣服吧，别着凉了。